Yeah，意犹未尽，于是我们又再来拍一集，就解决怕三回嘞。Sector， 哎 ，American， 哎，肯定不会不 American，Traditional， 哎，普通音色分享，普通人的大物件，哎，最简单最简单的和弦、Power Chord 等等的分享，好不好？这一集会降低一些个人的味道，哎，个人的成分所在。那我们现在就开始。没有剪，一刀一进到底，一刀未剪。好，老样子一样，确定先。已经开好 delay 了。现在我会依序，现在是 clean 的声音，音箱内建的 reverb， 听得出来。然后呢，只有开 delay。接下来我会依序开以下几颗，单一颗 TS808。单一颗尖锐的声音，这两颗分享一下，然后最后这两颗叠在一起做一些 gain 比较大的东西，我们就照这样来弄，我们就不特别再剪接一个视窗等等了。好，或者是我会特别喊一下，嘿，老样子，我们开始。TS808 有了，音量自中，刚最后一段音量变小，就是因为我没有把音量调回来，全部自中，痛收一点点，够。
尖锐。
完成了一个很艰巨的一个挑战啊！哦，这个一定要存档这样。哎呀，感谢大家收看，真感谢大家收看诶。对 ，Sector 诶 ，Made in USA Traditional 诶 ，Ash Body Swamp Ash， 然后三个是 Monster Tone 的这个 Ceramic Pickup 诶 Single Coil， 哇，很趣味的一个下午这样。也是完成，咱完成一个新的一个里程碑，新的节目的形式啊。那如果你看了有喜欢，如果你看了喜欢的话，真的一定要给我一些回馈，然后我就知道说，哦，这个系列大家喜欢，我们继续做下去这样。如果大家也兴致缺缺，没关系，我们把精力放到其他的系列啦，其他的影片上面去，让那些影片做得更好。哎，爱马北拜啊，啊，感谢你的收看，那。也是一样，不小心就谈太久啊！这一集节目的宗旨，我最后再讲宗旨，这样，我就是尽量谈一些简单，大家都能复制。荧幕前面的你，你也可以轻易复制，甚至一起弹奏，你也可以弹哦，很厉害，有没有？一起弹的一些状况，
的那些弹奏的内容，包含了五声音阶，简单的和弦进行啊，简单的单音，当然我还是混入一些个人元素，但是那情不自禁哦。那弹琴就是这样，我们希望目标是大量欢喜，弹得开心，弹得让你哦欲罢不能，沉浸其中。这样一个影片不小心录了二十几分钟一样，我们不是说弹完了，交差哦，OK，录完 safe，没有没有没有，没有，就是因为一直挑战才会一直好玩，一直有趣这样。不然就会变成说，好像我弹完了交差了，OK，这个部分这一趴30秒1分钟哦，完美，OK，下一趴我没有。我们新节目的系列，我不教你弹吉他，我无爱教你弹吉他，我无爱教你音乐，无爱教你弹琴，之类的物件，因为大家是朋友，我们互相分享、互相切磋、互相交流。我说啊，今天德国老师哦。什么啦啦啦啦啦啦啦经理有没有？我们不玩了，好听的东西就好听，不好听的东西尽量批评。我们一起教学相长，环境才会越来越好。不是直接一个 dislike，虽然现在好像看不到了，但是没有关系。觉得棒赞，觉得不棒嘿，这样子才会有一些更多，哪怕大家看不到，至少创作者他本人看得到。说哦，那大家觉得这个弹得不太好，或是这个东西很棒，大家喜欢，我们就。尽量做一些分享，希望能够带给大家快乐，一起弹得更开心、更高兴。然后分享一些实际上的经验不是说拿人手短的经验啊。业配等等，业配我如果未来有机会的话，一样有良心有内容。我不是说其他频道的业配没有良心哦，我没有说谁，甚至我不知道讲谁这样。如果真的有人都要入座，不要这样好不好？我只随便讲一讲而已，只是说我们的宗旨。我希望未来如果做业配相关的事情的话。东西真的喜欢，东西真的棒，我们再来卖，好不好？或者是我们就不卖，纯靠大家这个点阅率、观看数过活也不错，也很浪漫、很潇洒，我们就不用受制于人。希望能够把这个弹乐器的这个喜悦分享给大家，我们继续加油。我的告，让我们再回。我知道了。哈，西里有反应。最后让大家看一下这个琴，弹到现在。调过一次音而已，开场前调一次音，所以弹到后面应该走音了。好了，准备休息，这样感谢你的收看，我的告，那是你有介的话，欢迎订阅、分享、留言、订订的，给予一些交流回馈，然后频道成长更快，越快开营收啊，我就能够越快全心投入做这个系列影集。这样感谢你的收看，希望讲你看了有介，我是告，那我们再会，拜拜。